你要去野鸡鸟爬路到这里啊？搞嘛呀？真的，啊，路连连连死了。妈耶！你讲我妈，我耽误我们太多宝贝了。我回来打上班了。今天你都尿地啊？都要淤血了没？怎么还没没打你个？那对破皮淤血都没事。哎呀，阿龙我心伤了。哎，张，今天你都尿没回来？把他妈乌索奶奶顺便也去提亲。妈，今天我迎接你来回。谁当我皮肉皮不吧的，太担心了。是吧？妈妈等一下来没留钱，是吗？妈妈等一下。啊，没事有嘛，没事，叫我们去乌地要打理嘛。是啊。真疼啊！我叔叔帮我忙的话，是要的。比如我的裤子烧没水，我吃的裤子你们弄了不？我来撸。做了上课了，老师把你摆上台了，比如把你了了没？真的哇！老板请一个同事耶，有人吗？学生困难嘞，不，还是你少录音嘛，没你讲录音。你也摆上，你也摆了，我哭得老板了没？真的，哭了老师摆上那是录 A 嘛嘞？哎嘛，我也欢喜的，你这喜的比难听嘛，但是才对。都比把他们给我们的秀鱼起来。都你妈！哈哈哈哈哈！大不了离我哈。